伫咧旅途当中，走访各地美食佳肴，我深深体会到，伫咧台湾的四周围，有亲像点点天星的岛屿，是安怎伫各地散发出闪烁的光芒？哦，头家好食呢，都不是头家好食，鸡也好食。就请大家对着我的脚步，做伙来探索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美。